现在的小腿跟大腿只有跟我们的手臂差不多的细，我真的是看得很难过。我希望他的病能够好，让他有多一点的时间陪他的小孩，陪家人。一下子肾积水，一下子黄疸，所有的医生啊，对于琪琪的病情都束手无策了，而且他的营养不良，那输血下去也没有效，也不能做治疗，也不能打化疗，啊，那他现在很痛苦了，站也不能站，哦，连站都会痛，全身都痛。一定要吃止痛药，一定要吃吗啡。那他的癌症已经布满全身。他现在的小腿跟大腿只有跟我们的手臂差不多的细，我真的是看得很难过。我希望他的病能够好，让他有多一点的时间陪他的小孩，陪家人。我知道大家都有在帮他集气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